大学生的动手能力。王鑫，你干嘛呢？弄这么大一桶水？我组个加湿器啊。是加湿器？对啊，你们不是说开空调很赶吗？磊磊那个洗脸巾跟加湿器一模一样哎，这么厉害？哎，对了，小慧，你腿才不是坏的嘛，我给你修。啊？你会弄啊？当然的，你看嘛。那好的。是，确实能穿哈。哎，快走嘛，你会知道的。哎，你帮我拿个大包，我这书放不下。哎，不用不用，你就背哪个，我教你嘛，我会弄。看嘛，是哪个样子？你刮。好的，你看。确实挺不方便的，而且还很时髦哎。走吧走吧。来，我们来看下面。这破东西你又坏了。哎呀，安静点啊，我今天嗓子不舒服。老师，我有办法。他不会扩音器也能做吧？不知道啊。老师，你试一下嘛，很好用的。嗯嗯。好，大家把书翻开，我们继续来讲这一章。还得是琪姐啊，牛啊！哎呀，我好想只狗啊！我想养只猫，但是宿舍不让养，要是被阿姨发现就完蛋了。你们两个不早说哎，养猫养狗还不简单呢？等我，我去一下。这太难弄了。其实猫狗双全的，那是猫啊，我的狗好可爱。猫你太厉害了吧，什么都能做，没什么是我不会的。